霓虹点亮街头的深浅，看你的背影拉长了孤单，那些陈年的恩恩怨怨，爱恨被分成一半一半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辜负我多年的寻找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往事会心一笑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真心的都不会忘掉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挥挥手岁月静好。茂生啊，就这一回。当然当然，我和你岳母的事儿你就不要阻拦了，户口的事儿也不要再提了。不提不提。您不坐会儿啊。那迟了怪了啊，今天没跟我说户口的事儿。你跟他说了没有啊？我烦他，我就没见他。丽丽啊，嗯，他不提正好，你就让他回去吧。哪能因为人家不提户口就让人回去呢？先住那呗，难得来一次。吃饱了？买东西开心吧？啊，这个眼霜呀，我推荐你用用。我用了好久了，去皱啊，提升啊，效果还不错。小姑子送了我一套。大哥，哎呦，走错了。牛二翠同志，本律师事务所将为你全程提供法律援助。哎呀，嘿嘿嘿，怎么样，牛二翠？哎，够范儿不够范儿？像不像？像。哎，你这是装啥像啥？哎，你俩儿子来电话了没有？约好了没有？什么时候来？啊，约好了。啊，这个礼拜天就来。真的？嗯，到时候就看我的啊。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还在问呢，牛二翠啊，你总是低估我的能量。哎，你瞧瞧吧，我在读什么书？你没有注意吗？啊，法学方面的呀，法律方面的。我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看得很以吧，人家能的是吃不了，就你能的吃不够。我胃口大着呢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别让领导看见。哎，你知道。你这是。那个老东西要喝水，让我送杯水。你说喝杯水还让人伺候？哦，我正要找你呢。那个，你放心吧，你那姑爷不会再跟李良啊提那户口的事儿了。咋了？你找他了？哎，反正你甭管了，没事儿。哎，东城大哥，你以后呀不要再找他了。我这个姑爷啊是填不完了那个坑。哎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别操心了啊。孟晨啊，有事吗？你最近怎么样？一点灵感都没有，每天面对着画板，一幅画都画不出来。那你这样不行啊，有机会出国深造一下。你别说，这两天我还真收到了波兰美术学院发来的邀请函。哇，太好了，我记得大学时候你想去呢，那就去啊。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了。我跟你说孙博，你是一匹宝马，你有才华和潜力，
你就应该出去闯，不应该被圈养在家里，成为一个只会空想的画家。你不懂我和李楠之间的生活。但是我懂你啊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居家的男人。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我觉得跟李楠在一起挺好的，他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，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。所以他是你纠结要不要去留学的理由了？是因为我觉得每天跟李楠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。孙博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有才华你就应该出去闯，他是可以照顾你五年，照顾你十年，但是早晚有一天啊，恐怕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你。这不幼儿园又涨1500。什么叫幼儿园涨1500啊？学费又涨了1500。不，你们那儿在农村也这么贵啊？大爷，现在这农村也现代化了，对，这学啥英语，叫双语幼儿园，不教也成，不教就不给学。哎呦，您说咱学不学？那人家都学，咱们也应该学。学就得教。大爷，要不您先借给我，回头我还给你。你也说了，咱们都快成一家人了，还什么借不借的？我往你那卡上打1500吧。那就替您外孙谢谢老爷。哎，什么谢不谢啊？这月退休金还够啊，可够啊，还够啊，够。大哥，哎，快来，进来。你干啥呢？牛二翠，我这回为你的事儿，我可真是下了血本了。我拿我自个儿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，我现在在电脑上，在网上学习怎么写这种合同了，知道了吗？哎，你儿子他们来了吗？哦，来了。嗯，就网上怎么还能写合同呢？嘿，你看这眼神，你生活在原始社会了吧？还写合同，网上能干的事儿多了。哎，能看视频，能玩游戏，能打牌、打麻将。哦，对了，还能视频聊天呢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最想你什么人？我闺女。你闺女吧？如果现在你闺女那边也有一台这个电脑，你们俩就可以坐在这儿，哎，面对面的聊天了。在这里头啊？真的。哎呦，你赶紧，你也买一台，啊，买一台以后，跟你闺女聊完天，跟我也能聊聊天。我哪有去？哼。一天到晚就把钱看太重，最后这点钱都给谁呀？都给儿女了吧？儿女自有儿女福，别管那么多。行，既然你不愿意花钱，你这样，你以后想玩电脑的时候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教你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说你这人不咋地，你心事倒还不错。牛二翠，你总是这样，好好话不会好好说，我怎么就不咋地了呢？刘奶奶，看我这人净说实话，没不是。哎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去见你儿子？马上。我得准备，明天。好。行，好，你去吧，我把合同学完了。嘿，神了。哎呀，原始社会的人。大哥，你在家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嗯，哎，快点啊，我先走了。你跟他出去啊？啊，干什么去啊？他买件衣服说不合适，让我帮他换换。他自己不会换呀。他说了没有那个女人好说话。哼，他可比你会说话呀。是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呦，妈，
老李大叔，大叔，这就是我两个不成亲的儿子。啊，李叔好，李叔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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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坐吧，坐吧，哎，别拘谨，坐，坐，坐，我们现在跟你妈这种关系，咱们像个一家人了，对不对？坐，坐。今天点菜吗？啊，哦，等会儿。 我们还有一位人没来呢，一会儿点菜的时候我去叫你，好吧？嗯。帮我把门关上，我们说会儿话。啊哈。哎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大的荣林，老二呢荣兴。哦，荣林荣兴啊，对你妈再婚这件事儿，你们俩什么态度啊？ 那感情好啊！您看我妈这一辈子一直吃苦受罪的，哎呀，我们就是也说来着，想让她找到一个合适的，也有个伴儿。嗯，但自从去了你们家，我妈回家可是成天的夸呀。<笑>就是，我跟我哥也成家了，各自有些小生意，生活上也不用愁，只要我妈开心就行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俩儿子，真是。 正好，哎，牛二翠啊，你说你这俩儿子多懂事多好，你说你那闺女到底怎么回事儿？那闺女是？啊不，我那闺女也挺好的，就是找那女婿没找对，冒成又咋了？别提了，拿我们家当成了提款机了。哎呀，成天提条件呢，知道的，我们家是要娶你妈。 不知道的，以为我们家要娶她闺女呢，那才礼要呢。呵，妈，她提啥了呀？没提啥。你看，牛二翠，你这应该让他们知道啊。哎呀，大叔，你就别说了。你看，怎么能不说呢？这事儿不能瞒着他。那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家呢，准备给你妈一套房子，是吧？房主是写你妈的名字啊。 但是他提出要求，房本上要加上他孩子的名字。还有，这不算啊。我们家娶了你妈之后，照样得给你妈发工资，这都不说。但是工资呢，要发到他的手里。哎，还有，还得给他解决工作问题，还得把他孩子的户口办到城里头来。你们哥俩听听。 就是市长，他也不一定能满足这些条件的，对不对？凭什么，妈？你这太偏心了吧你！哎呦，我没偏心，你们姐夫什么样，你们自己不清楚呀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这不都是您惯的吗？其实一听您这事儿，我俩都挺高兴的，还打算在您成家的时候给你添点什么东西呢。没想到您背着我们去这样，是吧，爹？就是，别。 听众有点误会，误会了，两位误会了，这不是你妈的主意，是你那个姐夫天天登门去纠缠，是他。妈，我先说，您要成亲，我跟我哥我俩都替你高兴。您要能过上好日子，我们俩什么都可以不用要；但如果他要，那我俩也要。大叔，嗯，您看看，您就不该说。 你不怎么不该说呀？你得让他俩了解情况啊，不然一会儿怎么跟他们谈呢？是不是？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妈也不容易，她也想不出主意来，我给你们提个道，你们看看行不行？行，那您说，我们家这套房子肯定房主是写你妈的名字，这样你妈死了以后，这打比方呢。 打个比方，你妈百年以后，是吧？等你妈百年之后，这房子呢，你姐、你还有你们三个人都是继承人。我们不是还给你妈发着工资呢吗？是吧？她肯定有钱呢。等她百年以后，这笔钱的继承人也应该是你们三个人。这公平吗？公平，这好，公平。 哎呀，你看看你们两个，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。哎，你妈老夸你们两个，说你们俩最懂事儿。
牛二翠，你这哪是夸呀？你说的就是一个事实，真懂事儿。大叔，哎，我妈找到您呢，我们也高兴。对，对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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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不是，你妈找的不是我，误会了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哎呀，弄错了，那个今天没来，不，没来。哎，对，你说这是整的，我哥俩还差点管您叫爹了，你。哎呀，这，咱们谈正事儿，谈正事儿。你们俩现在觉得公平了，没有意见了。但是我怕你那个姐夫，他不同意。说，嗯，这事儿他说我不算。可是他现在住在宾馆里，天天还找着我们闹呢。在宾馆里啊？哎，要不是这样吧，牛二翠，你干脆打个电话把他给叫过来，是吧？他们哥仨都在这儿呢，咱们一块儿谈一谈。哎，你妈跟我说，你那姐夫怕你们两个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，他欺负我姐，每次都是我俩教训他。真的？这真的？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牛二翠，既然他们俩同意了，你赶紧打个电话把他给叫过来。啊，妈，去打电话把他叫过来。那我去打电话。哎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。那我出去打。好，行，快去吧，妈。啊。你妈不容易，这个主意呢，我也是想了很久了。但是一会儿他来了之后啊，你们哥俩得配合我演一场戏，你们得叫我李律师。您是律师？哎呀，那怎么会呢？我这辈子呀，遇上法律的纠纷比较多，所以我这个法律知识就多了一点。但是唬他没问题啊。啊，但是我也是有担心。你说像你姐夫那种不讲理的人、混不吝的人，要是拿法律都唬不住他，咱怎么办？叔，那他就得靠拳头了。揍他！对，揍他，揍他。这按理说呢，这个打人这事儿还不太好。可是你说，家里的人跟他苦口婆心的都说不通，动动手也没什么事儿，是吧？没什么，没事儿。叔啊，就揍他。欺负我姐姐欺负老久了，我们早就想揍他。那你们俩揍得过他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个不行，我们俩一块上。对，好。哎呀，你们哥俩真干脆。对，我正好我上个洗手间去，顺便我把菜点了。啊，行，说，谢谢叔了啊。哎，一会儿看你们俩的了啊。行，说，我基本放心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你说咱们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。这一家人，该说说，该打打，打完了以后。该吃吃，该喝还得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行行行，我去了。行行，叔。哎，谢谢叔。好嘞。你说，咱妈嫁的为什么不是他呢？就是，要是他多好呀，就这么活泛，又有本事，也不知道咱妈咋想的。你现在就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什么？你有事儿？你把事儿全都推了。现在就过来，你两个弟弟都来了，他们要见你。哎，大爷，我得过去一趟，我俩小舅子来了，要见我，不知道啥事儿。你小舅子来了啊？哎呦，那你赶紧去吧。啊，咱们那事儿以后再说。不是，大爷，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怎么了？媳妇儿那病等不起来。你媳妇儿病啊？你从来没说过，二翠也没跟我提过，怎么说病就病啊？我这媳妇儿她成天病殃殃，要不我们家咋成天过得皱皱巴巴的，就是被她这病给拖累的。大爷，你看我不能每次都给你添麻烦，不是？要不这样，我把我妈先带回去，她闺女病了，她这当妈的不得回去照顾几天，是不是？茂成。你这跟我耍小心眼是吧？不是，什么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茂成，我再给你打1000块钱，最后一次，我和你岳母的事你不要再阻拦了，你儿子户口那事你也不要再提了。
不提，不提。就这，不提。妈，妈，妈。荣林，荣兴，人马上就要到了，见面的时候要好好说话。放心吧，妈。妈，您要嫁的那个人咋样呀？宗山大哥是个老实人。现在谁还嫁老实人呢？老实人不净吃亏吗？就是，妈，这个人是干嘛的？哦，李良的亲爹，刚回来不久。妈，这放了个亲爹为什么不嫁呀？哟，别瞎说，这个人那可是不能嫁。人呐，不老实，不正干。哎呦，可不敢瞧他。妈，您说的那个东山大叔，我们都没见过，但我和我爹啊，都觉得这个靠谱，跟了他以后绝对不会吃亏。对。来，不用找了。好的。哎呀，妈，就几步路还打车呀？有钱烧的？咋？城里人出来进去都是坐车，咱咋不行？哎，你俩小舅子咋来了？我不是养一个闺女，那家里有事情，他们来是没错的。进去。咱们得进入状态啊！来，进来。这是李大叔。哦，见过，家里见过。是，我们是见过，但是互相没有介绍过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益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免贵姓李，圈内都叫我李大律师。江阴城，你打听打听，没人不知道我。好，坐，坐，坐。哦，原来您就是那个李大律师啊！我听说过，上次那个判死刑的案子，就是您给辩活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啊？知道啊！哎呀，小事一桩。我告诉你，有法律给我们做依据，什么样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都。等会儿。请律师干啥嘞？那你这个人太没有法律意识了。现在生活是离不开法律，离不开律师的，是吧？就拿你岳母要这个结婚这件事来说吧，那处处跟法律有关系啊。这不吗？你这两个小舅子，他们约我来做一个这个法律咨询。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一下了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啊，法律咨询完全是义务的，没有费用问题。他有啥法律问题嘞？怎么没有法律问题啊？我们刚才谈了，你比如说你跟李家提出这些条件，用法律来衡量的话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没有一条你提出的不是违法的。切，有啥不合法？咋不合理？你看。李家愿意送给你岳母一套房子，这个房子就是他的财产。按照继承法来说，如果你的母亲过世之后，他的财产不是你们任何人的，而是李良、李楠、你的姐姐、你们共同拥有的。他不可能说写上你们某一个人的名字，更不可能写上你孩子的名字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不是，李大律师啊，我媳妇儿家的家产都分给这俩小舅子了，我媳妇儿一分钱没得到。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啊你？咋？我爹死得早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家里就那么一套小屋，现在搁那放着呢。我和你二弟的房子是我们俩挣钱买来的。你和我姐结婚的时候，我俩给了你家多少钱？你心里有点数没有啊？喂喂，就
是，自从我妈来城里当了保姆之后，挣的所有钱不全给你们家补贴了？你们家孩子上学的钱不也是我妈给的吗？别当我们不知道。也就是看在我姐日子过得不容易的份上，不去跟你计较吧。哎，我说你们，哎，你看进门就说这个事儿，哎，咱们先吃饭啊，别吃，别来，来来，喝个酒，喝个酒，来嘛，来，你们喝，你们喝，行，哈哈哈。按说呢，其实啊，就你们家这点事儿啊，那真是一大好事儿，不用你们给他养老了呀，而且还落他一套房产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，哎，给你们减轻了多少负担呢？多好的一件事儿！你说你，哎，提出那么多的无理条件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在卖妈呢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成年了，都有自己的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如咱们这样，你们仨不都在吗？啊，你们啊，签一份法律文件。将来呢，你妈百年之后，她的财产由你们加上那家那两个共同继承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同意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不同意，说出你的理由。有啥理由嘞？他们两家过得好，我家过得差，这就是理由。咋？你咋不讲理了呢你？你家为什么过得不好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？就是，自从我姐跟了你之后，成天受苦，我们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再说了啊，你干的那些好事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今天当着妈的面，我不愿意说吧。我干啥嘞？我干啥嘞？我姐整天在家里喂了十多头猪、鸡还有羊，你回家就打她，管她要钱。你钱花哪去了你？他哪有什么钱啊？哎，你当我们瞎呀你啊？你就说说你跟村东头那个开小卖部的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说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就是偶尔去他开的那个棋牌室耍两把牌嘛。你在外边有女人了？妈妈妈，怕您生气，我没说。这次我跟我哥来的时候去看了安姐一趟，她跟家里边哭得寻死觅活的。你说这死闺女见了我啥都不说，高东西，你说你咋的了？别人都出来打工挣钱了，只有他一出门就赔钱。他一旦有个崽儿，全给那女的送去了。哎，听说昨天好像你又给那女的汇钱了，你就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钱从哪来的？说。你胡说！来这几天我都跟妈待在一起嘞。你骗谁呢你？村里都有人说了，你俩在视频。视频里你说你让他插他卡里的钱，还说在城里遇到一个傻瓜，你当别人都是聋子吗？你解释解释啊！狗东西，你从哪骗的钱？不是妈，我这几天都住在酒店里了。我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用解释，先别解释。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刚才说的这件事啊，与本案无关。我们言归正传。哎，这个协议，你们签不签？我们签。你信不信？干啥干什么？你们家过得就是比我们家好，我妈这个钱就是应该留给我们。找打呀你！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们啊，你们俩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回去就让你们姐好看。你这狗东西，还敢欺负我姐？兄弟，揍他！干啥去了？过来，打死你！给我！不能打，不能打！我警告你们，这儿律师，律师在这里。我是读法律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能打人，不能打伤了，打伤了是要进局子受法律惩罚的。打他，干他！妈，打他！不打他！啊！哎呀！哎！干他！妈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好！打你！美女，美女，他们那。亲哥们儿，喝点水，慢慢的，没事没事。打死你！打死手机！打死！不要！打死！打死我！打死你！我让你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家有手机吗？啊啊！停啊停啊停啊！哎呀，怎么说着说就打起来了？
起来，咱还得签协议呢嘛，是不是？不，自己起来。起来起来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你，年轻人动两下子没事是吧？像锻炼身体一样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你身上肉多，打两下子也没事是吧？那这协议你到底签不签啊？打死也不签。你还是不签是吧？这可不能。这说一遍。这都是明伤着的，不行。不签就不签，没事。财产分配问题呢，当然是要有法律依据，但是还有一条，要看当事人的意见。谁是当事人呢？你妈。也就是说，牛二翠，如果你不同意，你的财产是可以不让你的姑爷继承的，你明白吗？那不是我姑爷家，那是我闺女家。她不是娶了你闺女了？这样的姑爷不给也罢。哎，好啊！当事人的意见已经非常的清楚了。牛二翠，我们现在需要你和你两个儿子共同签上这份协议。将来你百年之后，你的财产由李良、李楠和你两个儿子共同承担，你的女儿和你的女婿没有权利。来来来，给我腾个地方，带着法律文件。你们两个，咱们签上了法律文件啊，以后走哪儿打个官司，全有法律依据，走哪儿都不会改变的。来，爹。你坐那儿。做了一个修改，把他们家的继承权已经给取消了。你们两个签个字。行行。哎，不用，等会儿。我们家也得签。我媳妇儿是他闺女。你现在想签，我们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你签了。要看当事人的意见。牛二岁，你同意他签吗？妈，妈，妈，您就同意吧。妈，我求您了，妈，啊，我。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以后不许欺负我的女儿，不许打我的闺女。不欺负，不打。第二。你跟外边那个女的可断了，断，一定断。你说的，我发誓。你同意，你女儿也作为继承人了。好，合同还得修改，但是我们得按照当事人意见，我们得加上一条，如果他在外面如果有外遇，或对你的姐姐实行了家暴，就取消他的继承资格，怎么样？现在你可以走了。这个字是要由你的爱人，他的女儿来签的。生怕他过来看看，这没合同啊！这个叔，我敬您一杯。不不不，来来，我要表扬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刚才配合的真不错啊！谢谢叔，谢谢叔。来来来，这事儿咱们就解决了啊！还是我给你倒点。别倒了，我不喝了。这样，我得赶紧走，不能一会儿露馅了啊！啊，你们再跟你们妈聊会儿天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行行行，叔叔，那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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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不用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叔，你慢走啊，慢走，叔，慢走。妈，既然我们已经来了，要不去李叔家认认门呗？这事儿啊，还没定呢，等定了以后再说啊。还没定呢，妈，那我劝您好好想想。虽然这后头咱没见过，但这亲的我看不错。对。我也觉得不错。哎呀，这是说啥呢？
哟，二翠，回来了。该做饭了。哎，我做好了。啊，二翠，你今天跟他出去，他怎么先回来你后回来？没出什么事吧？没，我心烦，一个人在外边待了一会儿。不是你那姑爷又烦你吧？别理他，那事儿我都解决了。解决了啊？怎么解决的？嗨，他那人不是就图几个钱吗？刚一开始跟我说外头有账，后来又跟我说什么孩子上幼儿园，我一听就知道要钱呀，我就给他钱了。我说他怎么有钱去勾引小卖铺的女人？原来是你给的钱呀。什么小卖铺女人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大哥，您除了给钱还能干点别的吗？我怕你没脸。哎呀，不要说了。嘿，刘总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过来，星月。这是公司刚接的案子，你看一下。好。宣传李阳老师，好啊。这个也是公司刚刚接的，我不赞同也没办法，交给你做了。尽量低调，杜绝炒作，实事求是。好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正面宣传李阳老师，拿捏好尺度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，去吧。李良，哎，二翠，坐坐坐坐。你找我有事儿？你先坐。坐。哎。我找你有事儿。嗯，我找你有好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那个姑爷，之前。跟我不是提了一大堆这个我不太好办到的一些要求，啊，现在他把这些要求全撤了，那这可就没啥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赶紧把原先李楠那个房子彻底的粉刷一下，然后呢挑一个好日子，您和我爸把这个手续办了。慌慌什么呀？谁慌？我没慌啊。这不是咱们说好的事吗？李良，哎，是这样的哈，你看，虽然我和东山大哥我们都是一把岁数的人了哈，但是这是个大事儿。当然，当然啊，我想再想想。李良，嗯，我今天头好像有点疼，哎呀，我坐不住了，我想先回去休息哈。那我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。这家呀，就留不住你，又往外跑。我说牛二顺，你呀，成天就是干活，你说你累不累？大哥啊，不是我说啊，你那儿子呀太小气，我这一天到晚忙的呀，这工资死活就是不挣。要想征服一个男人，你就得先征服这男人的胃。李良吃饭讲究着呢，你要把饭给做好了，征服了他的胃，这工资还能不涨？李良的妈，大户人家，西餐做的好吃着呢。李良打小跟着我吃西餐长大的，知道吗？就你这天天现在，哎呦呦，今儿是周五，明儿是周五，后天还是周五，我脑子都喝成一锅粥了。那你说，这西餐怎么做？我教你。行。走。走。走。二串，哎，我这坎肩儿我没找着，在哪儿呢？怎么你们这要上哪儿啊？哦，啊，大哥，他叫我做西餐，我们去买东西，你先到那个橱柜的那个第一层去找找，如果找不着，我回来给你找。走吧。那我们先去了啊。哎，炸酱面还没做好呢，就做西餐。
肥皂25，哎呦妈，太贵了！不行不行，人这边1块多钱都买了。什么肥皂啊？那奶酪。嗯，西餐得配红酒，啊，法国红酒。哎，撒了，找着了。哎，做西餐吃西餐离不开这个。这咋吃啊？牛二脆啊，这牛排有30多的、50多的、100多的、200多的，你说咱买哪一种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200多的了。我不是心疼钱啊，我是第一次教你做牛排啊。不能投资过大了，还是30多的，啊？就一块儿，万一我做坏了。哎呀，忘一样重要东西，胡椒。我去拿。嗯。是胡椒还是花椒？胡椒啊，黑胡椒。没找着。刘总，李老师去下河庄小学捐赠的事情，第一轮效果非常的有效。你看，网上几乎都是正面的点赞，而且被评为正能量的传播大使呢。媒体那边怎么样？